我的选择和因他而发生的这一切，直到最后迎来了这样的结局，我才明白您是对的。我知道事到如今再来说这些挺厚脸皮的，但还是拜托您了，老师。我想您一定会忘记我说的这些话，不过没关系，因为就算您什么都不记得了，在相同的情况下应该还是会做那样的选择吧。所以重要的不是经历，是选择。很多很多只有您才能做出的选择，我们以前聊过关于背负责任之人的话题吧。我当时不懂，但是现在我能理解了。身为大人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在其延长线上的您所做出的选择，甚至还有您做出选择时的那份心情，所以老师，您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大人，我相信您一定能找到跟我与这扭曲的终点所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结局的正确选项。所以老师，请您一定要老师醒醒，老师老师，看来您该不会还做了梦。我在向您，我叫七神岭，而您，我说应该想现有机会可以说是欢迎来到基沃托斯，老师。基沃托斯这里的，不过毕竟这件事，给我等等，代理，可找到你了，我们等你很久了，快让联邦理事会长出来。啊，旁边这个大人是？首席行政官，等候您多时了。我们是来见联邦理事会长的，对现在这种情况。各位专程到访的理事会风纪委员会成员，我们的胜率相当高，你就进下一个目标地点吧。首先蓄能，我来了。啊！前方的敌人，这可是很痛的。没用的，我来了，还没结束呢。接下来，现在的状况和条件。肯定能赢，我的计算是完美的，别想逃！我来了。啊！
还没结束呢。各位，辛苦了。总感觉你也这么觉得。多亏有老师的指挥。原来如此。那之后的战斗也拜托你。沙乐的活动室引起这场骚乱的。若早被百鬼夜行联合，此人有很多类似的。哎呀，联邦理事会好像没有亲自出马。不过无所谓，虽然不知道那栋建筑里到底有。好久没有觉得这么期待了。我的计算很完美，保持冷静行动吧。有掩体，成员们在发现掩。我来了，我会求证得出胜利的答案。已发现引起骚乱的核心人物，开上吧。一线跑，闪光弹投掷。我先走了，剩下的这还没结束呢。有掩体，生命体征正常，请继续前进。很疼吗？那就用这个。没用的，我来了。还没结束呢。一线跑。好，已经到达建筑的入口了。上吧。十字军一型，适合。变更狙击点，现在我们是连接，开始射击。还没结束呢，朝前方抛闪光弹。休想逃跑。结束巡逻。蛋糕比起草莓牛奶，还是好多。时间了，
啊，冷静点，冷静点。那个，啊，对了，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阿洛娜，是常住在这个石亭之乡里的系统。终于见到您了。现在我身体的系统吧，不过今后我会努力在各个方面帮助老师。啊，对了，虽说只是有点不好意思，但这是规矩。